shit. Hello， 香江，想必大家一定常常遇到那种电脑空间不足啊。那我现在遇到了。如果你有装这个 Premiere， 然后你常常在剪片的话，你应该会遇到像那个 C 槽只剩下50 G 了。我们看一下可以怎么处理啊。对，首先呢，我们到上方这边有一个编辑，然后点这个选项，选项的右边呢有一个媒体。那个媒体，然后出来这个画面之后呢，这个边有一个快取的资料库啊。我们一般存档的影片，它都会有一个快取在这边啊，点击这个清理啊，它会自动把我们之前所做的影片的一些资料全部清除啊。因为我每次打开这个 Premiere 的时候，都会自动出现说，我上一次有哪一些影片，它都会帮你记录起来啊。那个还蛮占记忆体的。OK， 我们清除掉了。我们看一下预览，这里呢会显示，你看我的 C 槽要多了50 G 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每次呢，如果你有在用这个 Premiere 的话，就是尽量每次做完就记得要清理一下磁碟了，不然这个 C 槽满了之后呢，你的电脑会跑得很慢啊。OK， 我们这一次介绍到这边，喜欢呢帮我按个赞，下次再见吧。